看看今日凤姑娘是不是貌美非常，公子，殿下。华美人，我都已经枯坐了一个多时辰了，实在是乏了，这到底是要做什么呀？马上就好，再等等。哎，这太沉了，我带不了。好，太沉就不带了，那就带这只流云山雪吧，更加别致一些。画美人，这是要做什么？为明日做准备。明日？明日是你求亲，并不是我求亲。我做什么准备？你答应帮我的。明日，我只需要把黑狐狸以外的人全部打趴下，这样旁人就再也无脸面向你求亲了。如此甚好，没什么事，我先回去睡觉了，实在是累。凤姑娘，你费了一番功夫，总不要半途而废啊。大老远就听到你的叫喊声了，你何时能秀气一点？凤公子，看看今日凤姑娘是不是貌美非常，公子觉得如何？画美人，哪有你说的那么好看？也就这样吧，穿上黄袍也不像太子。听到了吧，白忙活一场，走了。对了，明日便是公主选亲之日，我先告辞了。好，但风姑娘还要留在宫中，纯然还有一事相求。好，那我先离开了。画美人，我的确是乏了，我先回去睡一下，睡了之后我再过来。风姑娘，珍珠膏可是快好了。